浩然，资料图。人民日报10月13日消息，印度经济时报报道，印度外交部12日晚间正式任命班浩然为印度驻华大使，接替现任大使顾凯杰。记者在印度外交部网站上也看到了正式任命新闻通告。报道称，班浩然1984年进入印度外交系统工作，2009年至2014年担任东亚四中日事务的联合秘书。他是印外交系统中担任联合秘书时间最长的人物之一。印度时报称，在印度外交系统中，班浩然是为数不多的中国通之一。他学过汉语，1985年至1991年间在驻华使馆、驻港领馆担任外交官，还做过广州总领事，并曾在印驻华大使馆担任二把手。班浩然还担任过印驻不丹大使，对于中不之间在洞朗地区的主权问题有着深入的认知。